花莲门路医院收治多位确诊孕妇，而传来好消息是最近协助两名确诊孕妇平安的生下小婴儿，不仅让产妇放下心中不安，也让他们说真是毕生难忘的母亲节。而更令人振奋的是呢，目前两个新生儿第一次采检都是阴性，表示没有受到感染。门诺医院表示，一名29岁、怀孕37周、陈姓确诊孕妇5号下午因为肚子闷痛、胎动变少，家人紧急通报卫生单位，把她给送到门诺医院。院方立即集合了妇产科、儿科、护理部、感控等单位，直接在新冠肺炎负压隔离病房进行接生。经过1个多小时，顺利产下男婴。而另外一位怀孕39周、黄姓确诊孕妇，也在7号顺利产下女婴。疫情之下看到新生命诞生，让医护团队相当感动。那因为这个妈妈是第二胎，然后我们产检当中她没有其他的合并症，那这一胎宝宝评估起来跟上一胎也大小差不多，所以我们预估她的产程应该可以蛮顺利的，所以我们就鼓起勇气，那采取自然生的方式，那请妈妈在隔天早上9点来到医院，那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待产啊、催生的过程。那很幸运的，妈妈在下午4点，就大概产程7个小时左右，就很顺利的自然生下一个很健康漂亮的女宝宝，大概3100公克左右。那妈妈跟宝宝的状况都很好。那宝宝经过2次的筛检，目前初步看起来并没有被感染的情形。那妈妈也只有轻微的感冒的现象，目前的生命症状状况都很不错。医院表示，整个生产过程都严守防疫守则，参与的医护人员全程穿着全套的防护隔离衣，产妇也是全程佩戴口罩和面罩。而两位新生儿第一次采检都是阴性，没有受到感染。因为在负压病房生产，是确诊的产妇，我们必须要全副武装，总共穿着4层的这个衣服隔离衣，戴3层手套。还要戴面罩，所以整个视线啊、操作上都会比平常来的更不灵活、更困难一些。那在那边也没有办法有很好的空调，所以我们生产完之后，整个全身都是湿的。对，那妈妈也相当的配合，她在这个过程中也全程戴面罩、戴好口罩，所以相当的辛苦。那我们护理人员其实也是很辛苦的一个部分，他们要更多的人力专门的专责的人去照顾这个妈妈整个过程。疫情之下，医生也建议怀孕36周以上的孕妇，一旦确诊染疫，要主动告知主治医师，好让医师可以评估最安全、最适合的生产方式。谢瑞慧，欢迎报道。